今年是气灾难逢啊，千年等一回啊，都赚钱了，十个有九个半赚钱的，十个有九个半赚钱的。基本上靠的是廉价的劳动力，以及对于环境的管制的规程松弛，而成为世界的工厂。快放水了啦！没有这样才会大发财啊，才发大财，让我包包的钱越来越多。我们不能用这套，就是好像资本主义在人类漫长的人类文明史上，用几百年的时间快速的消耗这个自然资源，所形成这样一个百年繁荣，把这个作为我们